心圣教，易经大觉，以及所有前世同修及网络上的所有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向各位来宣布一个好消息，啊，也是我们维新电视台、维新传播公司啊成立以来，维新电视播出之后，各界对本维新电视啊的好评和期盼，尤其本维新圣教是以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人生百态、烦恼的各种解疑啊，啊，这一些人生疑惑和解答都在维新道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可惜各位对维新道藏你要找出来18000多本，你要哪里找？这就是一个烦恼的问题。所以我遵照王禅老祖在今天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呢，啊，开示要我们制作特别为大众为十方制作的普贤禅师法仪啊，解答各位你们对于风水、对于住家、对投资、对人生百态啊，都会在各种时间时段为各位解答。尤其普贤禅师法仪我们所阐述的弘法的，就是台鬼谷子信法在台湾和阳宅风水学的奥秘，这个是非常高深的学问，而且最利益社会大众。现在世界各国啊，宗教万教齐发，都在劝人做善。那么你怎么样才能做善？往往很多不了解易经和风水宗教的真实意义的时候，所以往往都路走错了，烦恼多多啊，弄成家庭不和谐不平安，公司倒闭等等的问题，造成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在世间上最无奈的。所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啊，已经在2012年的10月得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啊，证明维新圣教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啊，不分你我，凡是普天下的苍生众生有问题都离不开啊鬼谷子心法在台湾的内涵啊，犹如这本啊，鬼谷子心法在台湾的阳宅风水学的讲座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啊，这个非常的殊胜。你可以不信风水，但是风水永远存在啊，你有什么教的信仰，你本着你宗教的信仰不要放弃，然后你来接法啊，我们在网络上在维新电视传播各种的妙法啊，所以普贤禅师法仪啊，啊，是为各位解疑。你们在电视上、在网络上常常丢问题回来给维新啊传播公司的张清明张经理啊，还有给我们总经理的各种问题，啊，都没有办法来解答，也不方便为你们解答。我们会借这个普贤禅师法仪啊，好来为各位解答。我相信呢，这是利人利天啊，本是天下一家亲啊，本是兄弟姐妹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应该珍惜，我们应该珍惜重视这个心法。所以维新圣教啊，普贤禅师啊，这个法仪集呢，对各位是有帮助，请各位拭目以待啊。